嗨，大家，我是伊恩。对，这个声音就是我刚睡醒的声音。抱歉。等一下要去参加婚礼，你们会喜欢参加婚礼吗？小时候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然后长大出社会之后啊，就是陆续有一些姐妹结婚，或者是好朋友结婚，我就会觉得其实蛮爱的，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很甜蜜、很快乐、很幸福的那种氛围。通常会炸我的人都是我自己要去，比较少会收到很不熟的或者是没联络的突然跟你说我要结婚，很久没有跟你联络的朋友突然出现就都没什么好事。我很少出现这种朋友，大部分我会去的婚礼都是我想去的婚礼。还有一点就是喜宴的东西就真的都还蛮好吃的。你们喜宴爱吃什么？就从以前流水席到现在，我就很喜欢吃那个鸡汤哦，他们的鸡汤真的都煮得好好吃。哦，还有什么红鲟米糕吗？还是什么？反正就是一堆很胖很好吃的东西。妆前一样是老朋友肌肤之钥的，用手就可以推很均匀，然后化开之后就是你皮肤天生就很好，会有一点点光泽的。我去年的时候去日本爆买。而且很便宜，我跟你说这很夸张，在台湾买一条价钱啊，但在日本可以买到快两条，很扯，而且是还没有退税的金额哦。我昨天在想说，我到底要穿什么，然后我的妆还没想好要画什么，就会很焦虑。跟我朋友聊天，我朋友说到底是要结婚，我今天本来想说要再起早一点来画，又可以很细致的化妆，可是真的太累了，好想睡觉哦，然后我就又赖床。所以等一下的妆，就是希望可以漂亮。底妆的话，今天用植村秀的这一支，我后来很少用，因为我觉得它好干。前阵子又把它拿出来用，发现突然又觉得它不错了。可是它就是一定要少量多次的上，然后局部的上，因为它很快就干了，所以如果你是整个脸都涂好涂满再上的话，你就会推不开了。眼妆用这盘眼皮先打底，眼皮比较干净，然后有一点点深邃感。打底你可以稍微上到眉骨这边都没关系，但是就是要用这种比较浅色的。上中间这一颗画在整个下眼影的位置，沾这一颗画在眼头跟眼尾，两片色的眼中稍微打亮一些。喜欢在这边点一颗痣，拉一下眼尾就好。我最近还用这颗，这个是橘朵的，在我要碰的地方，把它填上去，马上就碰起来了。其他地方呢，会再用蜜粉饼再定一次。最后，小心机。这个会上在眉骨的地方，还有这里。拉近给你们看，今天的妆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干净、比较粉嫩的妆容。那我要准备换衣服，然后等下出门喽。Looking for a lifeline, some way to get to cloud nine.Wanna feel your energy, baby, when you're coming close to me.